3岁的时候，我很幸运就感染这个小儿麻痹，但是我跟我们村庄里面被感染到的人，我算是幸运的，因为我不需要用拐杖。上人正在讲说，施比受更有福。那我想说，人活在这个世上，真的就是说，你能够付出是一种很幸福的。为什么？我们有那个能力，我们有这个才华去付出，真的是很快乐。假如说你这个才华没有去付出，你空有本事，那是也是等于零。就把这个土城这个照相呢，这个真善美，这个共修呢，给成立出来。说困难，就是说没有办法到花莲去吃这个两三天的班呐、啊，因为呢家里呢还有，三个长辈，我爸爸、我妈妈啊，还有我那个岳父，啊最需要照顾的就是我爸爸。这个请务我只能说请别人去。上人一直在讲说，你把别人教会，不要说凡事每一件事情都要亲自去做，只要你教会越多人，当你无常来的时候，你所有的本事都带不走的，只有你的本事就永远一代会传一代这样。